果在我喜欢的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活着的传统的地方，其他人能看见这个传统在延续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也不亚于画出一张特别美特别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其实今天你完全可以用当下的生活延续传统嘛，其实我们是一个还在生长的传统。美不是一个形式，对吧？我们说吃美了、喝美了、玩美了，美首先是一个真切的感受。我们很容易今天谈到美学教育的时候，就是小孩会画两笔画，然后弹个琴，然后能唱首歌，能表演给亲戚朋友看，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把美育还是认知为才艺表演这个范畴，包括我在内啊，很多家长都是想的，哎呀，我喜欢他学什么，就跟刚才您说的是一样的，哎，去报个美术班啊，去报个合唱团呀，属于一种又焦虑又疲惫又希望他都要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美育到底在他的人生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吧？对，其实在这个主题没有想清楚之前，那就会变成一个超市购物式的状态，就是这东西用不用得着呢？有可能用得着，但是呢，那又不确定。那行，先不要错过，对，先塞兜里再说，对不对？然后回家发现，哦，家里堆了其实蛮多这样的东西的，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缺乏道德层面的考量和体验之前，术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知识的层面，其实积累越多会带来越大的障碍，对吧？它会带来互相矛盾然后相互抵消的一种更焦虑的状态。因此我觉得美首先呢，放大里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艺术的技艺或者项目的学习，就像我们画画，你是要跟一张画面去持续的磨，最后出来一张好的作品，然后需要非常枯燥的技术的训练。你学一件乐器也是，学舞蹈、学唱歌啊，都是一回事嘛，就是在打磨一件东西上所花的力气，以及对最后那个呈现的精细度和完整度的要求是一致的。由这样的学习发展出来，他关照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能发展出来一种作品的态度，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从务实的这个层面，就是一旦人有了审美的非功利的需求的时候，他对一件事情的要求的品质是不一样，或者说对自我的要求和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功夫是纤毫之争，写字就是典型的纤毫之争。就可能像我刚刚那样放那么大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老师至于吗？至于的，功夫就是看的就是细节。那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是对枯燥的自然习惯。所有的记忆其实都要熬过那个漫长重复，就是从外界看来会相当枯燥无趣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深入其中，我们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能够沉浸在门道里面的那个快乐，我觉得他未来做人做事的这个成功率都会高很多。因为凡事经不起下功夫嘛，聪明人如果能下笨功夫，我觉得这都是很强的。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是人如果对待成败恩怨一切一切他有一种审美的态度的话，我觉得会他已经不是快乐这个层面的话题，我觉得是他的情感的深度会不一样。就一个比如说一个很悲伤的分别，你从得失的角度很容易就从失去发展到愤怒，愤怒再进而发展到抑郁，对吧？这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悲伤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因为就这一时一刻的得失是承受不住的，于是他很快就崩溃了，对吧？但是呢，审美的角度上来，其实那么多的艺术家的一生不见得是那么顺利的，而且经由他们的不顺利，他让他完成了非常
啊了不起的作品，所以人就会看待这个得失的时候有一些游戏的态度和有一些不功利的角度啊，这样我觉得这人生的这个难关我觉得会显得容易很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不从一时一刻的得失来衡量当下。人生的悲欢离合都是美的呀，是可欣可欣赏，对吧？你没有没有，你朋友走了，你可以唱《长亭外，古道边》，对吧？人有审美的角度时候，你还是会难过，但是他那个难过是有美感的，对吧？有诗意的。不是那么不可承受的，不是毁灭性的，对吧？它甚至是拥有建设性的，就世界更大啊，不会，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不会卡住。对，就是理解我，比如说看这个杯子，我不是就是说这就是喝水的，怎么这么小，对吧？而是说，那我可以慢慢的喝，它是一个很美的杯子。那我看待任何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等于多了一个维度，对，可欣赏的那个角度，维度，那我人生其实就不是。只在乎这个最终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圆满了嘛。其实就不存在有我们看待的这个意义上的缺失了。其实人活得不开心，主要还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有很多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以及其实有答案也没有用的这些时刻的时候，这些疙瘩都能非常非常自然的就解开了。而且由于自己跟自己能玩得开心，你有快乐的源头，那其实外界东西都会变得轻巧很多，轻盈很多。所以我觉得以上三点都是美玉真正能做的，对人生真的能产生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一些点。那么再次一级呢，我觉得如果工作这件事情未来几十年以后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见得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会不会玩，甚至是我们不要讲未来，其实今天六七十岁退休了之后做什么呢？你会发现大家突然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所以那会不会跟自己玩，玩的能不能开心，自己开心了能不能分享给他人，这在未来是一个太重要的能力了啊！我觉得也都不是未来，当下也是这样的，对吧？一个人能玩尽兴，玩开心，玩出精度，玩出成绩来，这已经上升到生存能力的层面了。确实这个人类社会你就会发现，在这么长的历史中，有才华的人啊，有才情的人，尤其是有艺术才能的人，大众对他是比较宽容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当人们能从一个人身上得到更高一层的体验，审美的体验，当你能够贡献这些给外界的时候，我觉得大众对你能反馈回来的爱甚至是宠爱，真的是另一个人会得到更多的愉悦和滋养。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美玉应该都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吧。